这个就是水上飞人演出那条龙哈，你看，等一下它是会在雾中的，它会亮灯的，感觉像不像一条蜈蚣？他们是水上飞人那帮人 ，Hello， 耶、yeah ！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水上飞人的那些、啊、哈。然后这里是第二条，一共是两条。演出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亮灯的，它是好像是用无人机控制的。Hello。你看，算是新增加的一个项目哈。其实我跟他们水上飞人这班还是挺熟的，因为他们常常都是在长隆那个附近的红旗村那个步行街那里吃东西的。记得这个是不是演出的时候在湖边会出现的哈？哦，它是有一条绳子拉着的，有一条绳子拉着在那个摩托艇那里的。等一下我们就看看他们的演出。这个呢就是刚刚出现的那个哈，它是亮灯的，它是绑到那个水上电单车那里的，等一下会绕着园区转一圈的。